十八一次哦，我是万牛河长的八一十三年四月二十三号，北方马点还九点二十六分的白头二四十八一次哦，青龙八车进入深澳香港海科馆的查克车，加进零一六，加进二六。那先引三零三节 DRC 原车台的车是八 A 一次，经由深澳线开往海科馆。那节 DRC 原车台的车，交位的是这辆二车，应该八的教练应该是澳线的通行车子，一律收押，这个叫什么呢？九百九四零区间快车。这辆二次开往苏澳新的九十零元快车，再回到那里了，也终于停靠了。好，十八一次前行四里八百，那新油二次刚好停靠。哎，车门！好，关闭车门。九点二十八分，关闭车门。九四零区间换。来了，我的 CA 二七车，苏澳八车，就沿香港瑞芳的原五百行程的。也有五零四圈哦，在德昂那个情况，它是一三一四的九三零圈哦。好了，拜拜。六零二二四在德昂那个情况，各位再见，拜拜。六零二九分。有五零四圈哦。四月二十三号，希望再见，拜拜。